嗨，周三。早上大家，早上金山，你好吗？我要介绍自己，我叫杨曼，我今年21岁，我叫张芬，我属于高，我读的中学。我排第三，我爸爸妈妈在旁边，我要经验工作系南部两年。我去到2011到2013，我照顾小朋友，我放心咁有中粮，我全份好，我全份好，唔识举手字，我前期做嘅坐低咪低上三同三，我识咪数咪追咪几咪行波咪咪，我识住数就追见啲报金纸分步做，我识细账我啱计高我啱计冇，我要喺放放在夜晚先俾我爸爸妈妈同呢自己用，我希望你哋平生只我愿先俾落晒，另外近日。在一种比较良性的合作，多谢你的，请再跟你学讲，拜拜。